一下韩栋啊，这一次您跟这个韩雪组成的是 CP 嘛，对不对？您饰演的是巫族，巫族和皇族之间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联系？能不能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？原先我看剧本的时候，我原以为巫族是黑社会啊，因为有皇族在那儿。他应该说咱们巫族应该算是一个世外人，世外的番外人士。跟我想的也不一样。我俩在商量的时候，我们本来以为就是巫族是特别仙儿，就在天上飞的那个。对对对。后来发现我们俩在山里。后来我俩演了一对村长。对，你看我们的场景就是，我说啊，我们刚进棚的时候啊，这是我们的巫族的那个什么李敬天。哦，我以为是我们对点个篝火，大家开始在那跳舞，然后后来我才知道，慢慢看剧本之后才知道，我们这个巫族担负的责任挺大的，他有点属于辅助，然后辅助帮助，其实是为了家国天下，为了黎民百姓。好，虽然一开始跟自己设想的不一样，但最后还是接受了。当然你们不光接受了，而且很而且第一天去的时候特别特别的开心。